最大灾天，听说都不会断，什么事都不会断。耶，然后呢？好像要什么螃蟹？里面还有一个箱子。哇，帅！它那个是什么？手把是绿色的哦，正面朝。绿色的，美吗？还不错。老太婆觉得美。全部都是绿的。你看，我加钱做了一个数字键盘，用绿色的线。你色呢？是 trackpad。我为什么觉得它焦距不是很准？有可能，那是我眼睛花。不要丢。绿色的。你说要我想吗？我看一下漂流看。太浪了，床铺，哇！那按摩椅颜色有点配，不错不错。然后后面呢？没事。后面，你看，哇 ！Apple 的包装，神之包装，绝对是一次可以实现。我被我折腾的，哇！然后这下面真的好吓啦，美吗？这个绿色，不错看。好，其他的配件你要我上，我们来拆一下键盘，这也是多色键盘，一拉。绿色的线条啊！好，还有绿色的线。第一台 iMac， 你知道这个数字键盘要加钱吗？它原本的只有这样，然后它有一个 Touch ID， 跟你手机一样。